家好，我是老王，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奥特曼格斗进化，这个是迷你版的格斗进化，看看咱们这一个迷你版的小泰罗非常的可爱，是不是两条小短腿，但是它的速度还是蛮快的，必杀技，哎，这个必杀技为什么我看不出效果，是不是没有这个拳头来的这么直接，哇，我竟然被包围了啊，这个必杀技还是看出效果来了，哎，这个小家伙打过我就想跑了，是不是没有这样的好处，哇，泰罗奥特曼可是光之国的太子，不是那么好欺负的，你想过来打一下就打一下，不想打拍拍屁股走了，对吧，哪有这样的好处，哇，这个家伙会发这个火球电球出去，太吓唬人，这咱们一不小心就会碰上去，碰上去就能给你电击掉了，咱们走背后偷袭啊，小样必杀技走一个，哎，这个暗黑怪兽殿下特别的搞笑，是吧，蓝色的这个是拜坦星人啊，这么小太可爱了，小拜坦星人，喜欢老王的小伙伴记得点击订阅，哎呀我去，哎呀太嚣张了，然后咱们没注意啊掉下去了，这样的话太坑爹了，是不是啊，这个擂台是有这个大小限制的，我以为没有了，我以为是无穷无尽的一个擂台了，谁知道边上还是个悬崖，是吧，直接掉下去了啊，咱们还得小心一点，哇，这个巴埃坦星人好多，咱们泰罗奥特曼都被他们包围了，喂，这个小家伙下来的时候竟然掉我们头上去了，哇，不好不好，又被他们打下去了，好了小伙伴们，咱们这一期视频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，喜欢的话都不要忘记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